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频道。超龄僧人一生都在追求精神和肉体的统一，过程中他们面临许多挑战，经历辛苦的磨练，这是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传统。僧人一周七天都在练功，一般人很难理解这种生活方式，不过我们今天试着去解读，少年僧人没有如此犀利，我们一起来探索吧。灵活度。少林僧人从小就接受严格的训练，六岁便身手了得。小和尚必须学会忍受痛苦和疲劳，才能成长为真正的武僧。除了必修课打坐之外，他们还要培养平衡感和灵活度。这种姿势一般人做不来，真的是大开眼界。这种训练肯定会给身体造成损伤。小和尚将身体扭成环状，缠绕在柱子或树干上，动作要保持一段时间，不能掉下来。看似折磨，其实是在练功。一、二、表情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师父表示，这有利于培养耐力，感受少林武术的精髓。喉咙。我在这里温馨提示，切勿模仿少林寺功夫，以防危及生命，绝对不是在开玩笑。僧人都是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，例如在以下训练中，僧人用喉咙重击出木棍。喉咙可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之一。需要苦练十年才能习惯疼痛，练成铁喉功，看似不可能，但对少林僧人而言只是家常便饭。他们也展示了用木棍击打喉咙，连续多次击打，还有僧人能用喉咙打断木棍。打坐。为了锻炼身体的每个部分，他们有特殊的方法。除了练功以外，打坐也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它能让僧人在体能训练后休养生息，全神贯注，消除杂念，聆听内心的需求。打坐有助于保持冷静，克服最辛苦的训练。闭气。他们还有一个训练可以吓死人，上吊可不是什么好事，而少林僧人偏偏反其道而行，强健的喉咙和脖子使他们能施展龟息大法，这是真正的功夫绝学。僧人能闭气长达20分钟，同时被悬挂在一米多高的空中。想要练成此功，你必须既具全身力量，精神高度集中，只有极少的少林僧人才能做到。切记千万不要在家中模仿。手指。传奇的少林僧人追求极致，他们不仅长年累月锻炼肌肉、拳头和脖子，还有他们的手指。有一种武功叫金刚指，其他的叫法有钢铁指或指长功，不管叫什么，其本质是相同的。在少林寺庭院的正中央，有一棵专门用来练金刚指的树，其实不止一棵，但这不是重点。第一步相对简单，僧人用坚硬的平面按压手指，必须重复多次按压，好像不太难对吧？但其实十分考验耐心和耐力，然后逐渐加压。几年后，僧人开始用手指练习击打，练成此功后，僧人能轻易击穿钢板，或者仅用两根食指支撑全身重量。他们的手指如钢铁一般坚硬，有的速动深5厘米，这些都是僧人用手指打的。据说练成金刚指的僧人能用手指击穿石头，或轻易把人打成重伤。爬楼梯。很多现代人觉得爬楼梯很累，因为手扶梯和电梯的存在，我们没有必要这么辛苦。而少林僧人则利用楼梯来练功。啊，要停啊。不是单纯的上下楼梯，这太简单了。僧人们用四肢着地爬下楼梯，而且速度很快，膝盖不许着地，利用脚和手掌做支撑，同时要保持平衡。大家不要轻易尝试，尤其是独自在陡峭的楼梯上。正所谓术业有专攻。用针刺穿玻璃。徒手打破玻璃不是普通人能办到，更别说用针击穿玻璃。当然，一个球或石头一定能轻易将玻璃打穿。
need you for a second. God damn it! 但是少林僧人不一样，他们能用绣花针击穿玻璃。要理解绣花针刺穿玻璃的原理，我们想要搞清楚玻璃的化学键。玻璃十分坚硬，一般不会破裂，因此玻璃表面不易破损。在化学键层面上，玻璃是一种极其坚固的物质，但就其结构而言，小小的裂痕就足以破坏整块玻璃。少林僧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特性。另一个技巧是在投掷的过程中不能让针在压力下弯曲，这并不容易办到，但僧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。他们使尽全力高速把针扔出，尽量把针保持垂直。玻璃被坚硬的针击中，出现一处裂口，冲击力沿着整块玻璃分散，导致破裂。玻璃另一面的气球被针刺中，随之爆炸。铁砂掌。天下武功出少林，武功就是利用拳脚造成重击。有一门功夫叫铁砂掌，属于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。这门功夫的练习过程危险性较小，从肩膀到指尖，通过训练肌腱和韧带，从而强化手臂力量。僧人通过击打硬物练功，硬物装在布袋里，有时甚至不需要袋子，一般选用中等大小的石子。但是常年练习此功会对身体造成危害，长期击打石头会导致关节炎，引起神经损伤，肢体灵敏度会下降。因此多年来，大师们都尽量不练铁砂掌。铁布衫。少林武术很惊艳，同时也令人生畏。有一门武术叫铁布衫，网上有很多相关视频，僧人被架在锋利的长矛上，而且毫发无伤，或者他们能用脖子顶完长矛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想说一言难尽。有人觉得必须经历魔鬼训练，他们用木棍击打身体，甚至用铁锤来训练，这究竟是真是假，恐怕只有僧人才知道。有人怀疑这些功夫的真实性，或许这只是舞台效果，只要准备充足，任何人都能做到。比如秘密可能藏在长矛上，刀具就是个好东西，可能这些长矛其实并不锋利，是专门用于表演的，但多数人还是相信他们是经过常年的专注训练。少林僧人的确异于常人，刀枪不入只是冰山一角。站桩。站桩主要针对腿部训练和全身控制，僧人要保持扎马步的姿势，双脚站在木桩上，听起来很难的样子，但难度还会升级。僧人还要手提水桶，双手各一桶，有时还会放上几个碗，肩膀上两个，头上一个。这个姿势需要保持两个小时，身体必须保持静止，否则碗就会掉下来。最后的考验，当各种武术都学得差不多了，就会跟所有的教育机构一样，你必须通过期末考试才能获得少林高手的称号。如果测试没通过，三年后才能重考。每位僧人自行选择拳法，掌握这些拳法需要力量、专注以及绝对的平衡感，普通人可学不来。测试内容不仅仅只有武术，僧人还必须了解佛教知识才能通过考核，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一些理论性的回答比武术还要难，所以两个测试都需要下大量的功夫，最后你才有资格被成为真正的少林武僧。行，你这过了。